来，妹妹 ，Action， 要不要开始打板的？好，不用，来，快点。然后现在要来帮妹妹保养，先是要先有牛奶糖，是翻译牛奶糖。嗯，牛奶糖拔牙，我现在就在吃。可以让爸爸先看一下吗？确认一下可以吧？要不要？你先打开对镜头，对镜头压牙齿，对镜头也看一下牙齿。啊哈哈，要掉了啦！好，不用看了。你要先打开，妈妈准备一下来。不行，被小孩子水。好，小猫咪，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妈妈，要看妈妈来。啊，看镜头了啊。啊，快点。会痛多五抽。快点，这个应该不会痛的。啊，对啊，不会痛啊。小孩子呢？小孩子呢？小孩子呢？你自己咬咬看就好了，妈妈不要去碰，有没有很摇？很摇了，可是为什么拔不起来？你觉得会痛吗？是不是？会痛。那我们休息好不好？明天再拔。好，明天再拔好不好？小孩子咬吧，你再咬一次给妈妈看，上面再顶个了，太好咬了。可是拔不掉耶，你觉得有肉卡住？不对，那应该是阿妈拔的。不知道。阿妈帮你拔过。对啊，不是吗？哦，好像有拔过一次。然后第一次是阿妈拔的，嗯。好，明天去找阿妈。不要了。不要。好，吃饭。妹妹会哭的。你吃着牛奶糖，它就掉下来了。爸爸又没有说你一定要吃，你哭什么？好，不要哭泣，给你多一点乖乖章，好不好？要做什么事情？昨天会完成的任务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吗？我那个拔不掉。准备好了吗？嗯嗯。我不敢看。那开始。小红，你不要像弄这么紧张了，你去弹那个大白鲨的配乐。不要，我害怕。不弹。那小孩子嘞？那小孩子在这里已经夹着了哈。你看一下小孩子在哪里。夹在这里这么可爱啊！我现在真的很害怕。
泡。你现在已经抽了抽抽了两抽了。来，妈妈检查一下那个。来，先检查。检查。我们先检查，没有要拔。检查。检查。检查。妈妈，你不要这么洗。没有，这样子，对，好好松了，对不对？好松了，对吧？你先这样摸一下，看感觉就好了，不要拔。妈妈。这第一次不要拔。妈妈先摸摸它。对。可以拔吗？可以了。哎，看，掉了，已经掉了，整个前面都掉了，爸爸看到了。对，已经前面整个牙齿都掉了。我摸到那个旁边那颗牙，有没有？前面都掉，前面都掉了，有没有掉了？好的，来。所以说这个，爸爸跟你讲，以后摸到另外一颗去的。我的影片会播出来。爸爸跟你讲，爸爸先去观察。发现它前面掉了，可以拔了，我再通知你们拔，对，好不好？这么小一个，妹妹会不会痛？怎么不会痛？我昨天拔到另外一颗去，才快左边那颗还是右边那颗？右边那一颗。还有左边那颗不是也快掉了？对，那一颗也在摇了，可是可能还要两个礼拜吧。嗯，好可爱啊！你妈，你下手要准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个、啊、手指头太粗了，一下子摸到两根。你好，昨天好可怜的影片，好可怜。来、啊，爸爸晚上啊两点多在看的影片啊，转太大声，妈妈还起床、啊、想说妹妹在哭了。对啊，我想说妹妹在哭了。嗯，这样拔牙会不会痛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像昨天拔错牙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要开始那个。就开始玩了。拼了。挑战者。来，翻译举落，妈妈，哎，妹妹讲话，你要翻译了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大家好，我是小孩子。小孩子很可爱。嗯。叮当，再来。三个人，那要十个了。再来啊！第二题是什么？我爱姐姐坏坏。姐姐棒棒。我最可爱。我最厉害。我爱，对不对？我最牙齿厉害。那是什么？我最厉害。第一的字是什么？我，你，他，小孩子。的地妮妮，小贝贝，角落生物，鬼灭之刃，大家已经听出鬼灭之刃，但是我竟然去猜角落生物，把它讲巧克棒棒，鬼灭之刃，了解，绿豆子的竹子，猫咪呢？来，鞋都露出来了，还好一点点，那个没什么鞋。不像你上次那么惨。好啦，来，要咬着才能那个。变成血汁。现在爸爸妈妈一比一了，你小还是零？代表我和他的母亲不好。来，再一次。鬼灭之刃，祢豆子，一之助。鬼灭之刃。他不喜欢一之助。鬼灭之刃。来，再一次。祢太什么太郎？我最喜欢鬼灭之刃。鬼灭。鬼灭之刃阴之助，那谁啊？那叫什么？鬼灭之刃，小奶乎。谁是谁啊？哦，好好，好，再来。还要夹到三个吗？鬼灭之刃，是谁？鬼灭之刃，鬼灭之刃蝴蝶，
角落生物企鹅。鬼灭之刃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角落生物还有讲等等。鬼灭之刃。角落生物企鹅。好，再一次。角落生物拜拜。妈妈，你不要来了啦！来，一般都是我赢的。娜拉，妈妈帮准备新的。在妈妈的不在的时候，赶快出题。赶快拿来，出题快！黑字。喵喵。哒哒。猫咪。太简单了啦，竟然猜不出来。再来，继续。你豆子。豆子。小白猪。一只猪。豆豆的。弹吉他。汤姆喵。什么是汤姆喵？妖怪手柄啊，杰利鼠啊。哦，是吗？爸爸今天不是杰利鼠，汤姆喵。爸爸这一次惨败。妖怪手表的汤姆喵哈，爸爸已经快没了。再来。快打来，打开。应该没有了啦，这个怎么这么这个缝这么大？来，再来下一题，还没。毛尾巴，哈哈哈哈哈！可以考一个妈妈知道的吗？小黑妈妈，猫咪妈妈。我是猫咪妈妈，对对，我不是猫咪阿妈吗？得水水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牙齿，牙齿，哦。好，目前我还是最输的。也不留我最后一题了。最后一题，我一定赢。我拔牙齿。爸爸突然好奇。不过我还是赢了。三个。四个。直接赢了，直接赢了。我赢了。来 ending 了。他给你的都是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啊。ending 来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。哎，妹妹讲来。翻译，第一名要翻译。等我看，我刚才没在听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都会出新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没有讲下次见，拜拜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哦，所以爸爸应该还在一个视频。牙齿给我哈。到牙齿。叮叮叮。好，拜拜。